大家好，我是阿星 Clicky， 欢迎来到 UR Studio。我已经开始在偷拍了，有没有？来喽来喽，哇，我肾结石。嗨，这是华生。Hello， 我可以直接拍脸，对不对？可以直接上去。哦。真的吗？所以要照我是吧？这样子观众会很期待的，不要这样子。那个杰哥嘞？他本身在阿伟家，所以他其实现在改行就是去卖面包。他现在在卖面包是吗？对对，然后刚刚就是送一些面包。哎，为什么用酒梗？还要再讲？太久了吧？去年是有点用到七八十岁还要在那讲。对，想当年，连那个杰哥不要，好笑。听说你很勇，哎，骨质疏松，哎，要拍要干嘛？后来今天跟华生还有肾结石一起出来，出来干嘛？我们是来干嘛的？出来聊天谈心，出来聊天谈心事，然后吃饭，然后主要是那个有一个彩排嘛，就是你们来的那个。哎，礼拜六的时候是不是？8月2号，你们也会到场是吗？当然会，一定到，众星云集啊，众星座。All right， 那我们拍到秋风现在干嘛？旁边，那来，All right， 今天差不多到这里了，那我们下次再见 ，See you guys， 拜拜。